今天我们有一位王子也来到了现场，掌声有请天籁之声 Dimash。 地马西，地马西，地马西 ，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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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Nice to meet you，Nice to meet you，Hello， 就会这一句吧，啊，就这一句啊，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地马西，耶，我们跟地马西说一下，你送人家姑娘一束花，你得跟姑娘说两句，阿丽姐。 Әлемнің барлық ер азаматтары әдемі сұлу қызға гүл берген жақсы көреді. Сол себептен сұлу бикешке тамаша гүл. Әлемнің барлық ер азаматтары 迪马西唱歌吗？听过，听过。咋样？你觉得？好，好，发自内心的说出了一个弱弱的字儿。好，我们问一下迪马西最欣赏歌手当中的哪一位这个歌手？歌手。In the badlagancha mention birtebe birak degemen degemen teriyagama erikshe alqis bildirim ket balasinda qarayt. Mi我是呢，Kim迪斯莱门，我这个真是的，哎呦，哎呦，俩人真像，两个人还真像。你还别说，还跟智炫真特别像。哎，这个迪玛希通过参加歌手之后，对自己生活就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哎，那个粉丝量啊，粉丝层层涨。什么面？十米两到纳斯，十米两到纳斯都地门。哦，你们是三百万分之一吗？三百万，哎呦，真棒。 而且现在好像哈萨克也有歌手这个节目在播，是，也都在播哈。 Өзбек көруде, сонымен қатар біздің шерлестерімізде, менің отандастарым, қазақ елі сіздерге үлкен-үлкен жалынды сәлем жолдаймын. Сіздердің әншілеріңізге де сүйсініп, бағасын беріп отыр. 我们海报都是歌手的那个海报。是。哎，我们今天啊是跟花儿有关系的。迪玛希平常在家里面有没有跟姑娘们送过花儿？没有，那么。 сыйлаған жақсы көремін, өйткені ол кісі осындай гүлдерді күткенді қатты ұнатады. Қазақстанда有没有关于鲜花的歌呢? Бірге айтып көреміз бе? Жи шаң. Кеттік онда. Қуа. Гүлді, гүлді, гүлді көркемім, жүрегімде сенің еркінің, қуанышым асқағаным сен, сен, сен. Жилбіреткен сезім жілкенін. Only you. Гүлдегі жүрегімде сенің еркінің. Қуанышыма жилбіреткен сезім жілкенін. Wow，突然间感觉他们跟在国外做节目似的，对呀，他们跟我们都说外语，感觉台下的观众都会说哈萨克斯坦话，咕哩咕哩咕哩，因为爱嘛。然后毛茸茸的，迪玛希说这个话特别像他，哈哈哈，特别肉，嘟嘟的啊。迪玛希，你喜欢哪一个？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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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三米吗？哇，那好长！你跟那个顽强，这个花会突然间变一百米那么高，只要是会那个咒语就行。这盆是银月，然后它是自然界中少有的白色，然后很高贵，感觉就像王子一样。哇！谢谢谢谢，给我的哈，哦，我给他的啊，有我的。哇！
我们其实也是趁这个机会把这个音乐送给迪玛希，要出那个专辑了，对不对？新歌，新专辑，还有新歌，电影主题曲。 这个是给迪玛希准备的，哇，哇，哎，头上长草，太棒了，这个很棒哎，帅，哎，哇，哎，我们请迪玛希和周冬雨来试一下插花吧，来这个，对。 跟给弄上，哎，是什么必须跟他们在一起吗？还是说也可以乱插呀？慢慢插就会有感觉，你可以刚刚开始依照自己的喜好，就是多种都可以。迪玛希好，弄得漂亮哎，漂亮，有感觉，真是啊！我们现场就来一场植物装饰空间的较量，好，两边一起来 PK 一下，来布置布置装饰，大家可以看到啊。 你们跟搬家公司似的，哇！迪玛希瞬间化身快递小哥啊！好，西飞机，你过来。 你来打打分，你喜欢哪一个？这边的还是这边？这边是欧式简约风，这边哎呀，就这边算了。你看看，都喜欢。这里也比较文学，这里又比较周全，我要选哪个呢？没事，这又不是你。哦，迪玛希也喜欢周冬雨的布置，选哪个？还是这位姐姐做的比较好看。啊，接下来啊，要鲜花嘉宾进行改造。啊，这边的呢？ 我们其实这个是北欧简约风的，所以其实本来东西就没有像多肉那边元素这么多，但是迪玛希做的非常好的一件事，就是帮我们把大树从边边搬到中间。因为他选的这棵树呢，其实也是我们所有里面我们最想用的一棵树，它叫琴叶榕。 然后他也把这个镜子，然后把一个黄铜的这个比较有几何的这个感觉带到这个画面里面。后来他还是把那个帝王花，因为它是有一个粉色的，有点灰粉色的这种感觉，跟沙发的颜色其实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搭配是非常好的，有自然跟这个室内元素的一个结合。